是求下列各群数值的资料的众数，众数就是出现最多次数的数字。第一题的话，出现最多的是21，21总共出现三次，所以它的众数是21。第二题的众数的话，出现最多的是17跟29，它们各出现三次，所以17跟29就是这个数值资料的众数。